设计其实是可以经过时间的考验，它其实更高的维度的是需要我们去思考与传统、与自然、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考虑。一个老的建筑和一个新的建筑，它是出现在一个不同的年代，会有更多不同的这种表情和生命力。体验、感官、实用性的，如果我们能够包容这么多的一些文化跟元素在里面，它其实是能增强亲近感、自豪感。这个项目的灵感其实都是在述说关于时间还有空间的关系，然后以时间旅人的角度去刻画温度。有质感的、有肌理的、有岁月的痕迹的东西，可以达到我们心中对于美的这平衡的一个点。无论从建筑、从景观、从室内，其实我们就像是一个空间的导演，它其实需要有一个跌宕起伏的一个剧情。中国と日本の設計過程についてまあいろいろ違いがあるにしても、根底にある部分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共通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。それは例えば自然を愛する心であったりとか。古いものを大事にするっていう心の部分についてです。我们能够去欣赏那种旧的、有质感的、厚重的东西，它本身就不去追求这种所谓的完美之美，它更欣赏的是这种残缺之美，或者说这种粗糙之美、厚重之美。将军府呢，其实是新与旧、粗糙与精细的一个对比。通过我们的视觉，通过我们的触觉，感受它的生活轨迹、生活痕迹、厚重感的肌理。我们要尊重历史，尊重原来的尺度，尊重原来的色彩、肌理跟氛围，统一中求变化。有句话叫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我们希望就是它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不想去做一个太过于去迎合这个时代做的一些内容，我们希望是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依然能够像当初我们的设想一样的，就你三年、五年甚至十年去看，他依然觉得他是有味道的，它是充满了内涵，充满了趣味性在里面。那这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。